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安妮，也是古典心连线不关机音乐会的制作人。相信大家进入到音乐殿堂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不能讲电话，不能摄影、录音、录影这些事情。平常我们在听音乐会的时候呢，音乐家们的曲目都是固定的形式，可是这场不关机音乐会呢，你会发现所有现场的观众可以 call in 台上的演奏家们。在音乐会进行当中，舞台上会出现我的手机号码，这时候所有的观众您就可以赶紧拿起你的手机 call in 这个号码哦。当接通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点播你想要的曲子，音乐家马上为你演出你想要听的曲目呢。不关机音乐会从8月20日台中中心堂，8月25日嘉义文化中心，8月27日桃园客家文物中心，邀请所有的观众以及所有的听众一同来参与这场不关机音乐会。